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Assetto Corsa Hot Lap 练车记录。迈拉伦 MP4-12C 在 Monza 1966 Junior Course 的成绩。好久好久，还是没有办法达到52，只能到53.094，改天再继续努力了。